你觉得今天我为什么请你来到这个音乐厅里？我当时一听音乐厅，我就猜到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在音乐厅看到你吧。是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什么原因？因为就是全世界的音乐厅里都去过，在舞台上都表演过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啊，找个音乐厅还没来过。嗯。这个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就可以想，这是我们俩的回忆。嗯、是是，我得好好记一下。嗯。用眼睛拍照。好多美好回忆啊，今天。特别特别开心，因为最爱的人是这么高兴。My everything。咱们俩之间是比较实惠的浪漫，没事就是黏一黏，总能见到面啊，总在一起。但是我觉得，像吉娜今天给我的这惊喜，绝对是渗透到我心里最深层的这个美好的记忆和感受，是一种情感的升华。非常幸运，吉娜能做我的妻子。